能吃辣的姐妹呀，我推荐你一定要尝一尝这个燃爆大鸭腿，这个鸭腿真的是巨好吃，我感觉真的是没有一只鸭子能活着离开湖南，湖南那边做的这个鸭货真的是老美味了，看，哇，这是一个大个的整个的大鸭腿，它这个肉是特别有嚼劲，就特别耐嚼，就像你吃手撕那个风干鸭脖然后牛肉干的那个口感，很耐嚼，它是先烤后卤的，看特别的香，哇，就这么大一个大鸭腿，看巨好吃，就晚上踩夜车了或者是出去的时候，然后也可以带着它，睡觉的时候你可以来一个，上午缠肉的时候也可以来一个啊，看，绝绝子好吃，推荐你一定要拍三个以上，这个真的是太好吃了，你一个的话真的是就不够吃，而且一个的话它就贵在运费上了。